Hello， 重庆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刚看完香奈儿的酒。是2324的高级手工坊，然后再配上贝雷帽，比较轻松自在。首先我很喜欢这个魏大修拍的这个电影，黑白的质感，然后在海边很好看，然后我觉得整体的服装我也非常的喜欢，很酷，都是风衣，就是一种女性的酷感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很多贝雷帽我觉得我可以去试一下。白色的衬衫觉得内身也非常的酷，可能是鞋子，然后还有帽子，还有包。